追着林俊杰近日忙着巡回演唱会，虽然忙碌，他也时常会在网上和大家分享他的生活趣事。近日他上传了一段影片，影片中竟然是周杰伦的蜡像。俊杰搞笑的上演一段情境剧，他对着蜡像说，最近你这么爱变魔术，今天你就休息一下吧。随后俊杰就秀出自己的魔术啦。俊杰怕周董的蜡像在这会孤单，只说他可能需要一点陪伴，所以我今天就把自己变到这边来，可以永远跟你对望。说完镜头一转，这姐接着又一弹指，一个和她一模一样的蜡像真的出现了，继续搞笑的对周董蜡像说，在这里哦。最后一个拍手，这姐就消失在画面里，只剩下一团烟雾留在原地。这段魔术也调出周董亲自回应，你的魔术真的不错，但你也可以变出林叔好吗？下次该我去新加坡蜡像馆变魔术给你看。两人的可爱互动逗翻不少粉丝啊。非凡娱乐整理报道。